首歌曲，我们先话别多说，就让大家来慢慢的听这首歌曲，很有环保意识的歌曲《绿色花园》，由小晴来为大家带来。待会儿，连神秘嘉宾要说你哦，对，好，就你要谢花，哦，要谢谢，哎呦。天兵再加上 Professor 杨东，谢谢他这么鼎力的支持，对，再次的推广埋下的歌唱的盛世，选秀的盛世需要很多人。来个掌声吗？给我们的拉总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拉总，有他们的支持，才有未来的这些新秀的机会。哇！不怕不逃避。
事，我们还谈不上也许。为人足球一起共同欢呼，共同的荣誉再也不想追逐，没有人也一路
非常感恩呢，就是我的老板 Kajaya Perfect， 我的 Dato P 以及我的 Dato， 没有他们的信任，没有他们的支持，这个赛会不能够成功举办。后来来自我们的中国报，没有他的配合呢，媒体的配合，我这个赛事没有看。我也感谢呢我们的来自我们的非常唱片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的支持，特别是我们刘星演制作人导演给我的一些帮助，谢谢你。同时呢我在这边呢也要感谢的呢就是我们的紫藤茶园，紫藤茶园呢为我们的参赛者呢带来了非常棒的食物，特别特别要感谢的，我差点忘了你哦，就是我们的主席评审李胜林老师了。还有我要感谢的当然还有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 Twins Girls， 我们的表演嘉宾小琴和我们中国宝马六甲区的经理林思维先生。不能够忘记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团队，我的 Wolf Task， 我的团队们，我们的立伟，我的 Darwin， 我的 Jazz Angie， 还有我们的秀清，还有 Caris， 也没有忘记的Sky Telly 的我的 band。 要感谢的当然是我们的参赛者们啦，没有你们我们是谁呢，这场是什么比赛呢，完全不可能成型，感谢你们，感恩，我们明年见哦。